第二就是你自己的状态在这段时间调整的非常非常的好，是的，有心态和心理素质来应对这一场最关键的比赛。嗯，我们看到这边的话，掌握赛点的 Nova 这场比赛对于 GU 来说同样也非常非常重要。对的 ，AU 来对阵刀锋，李黑王，哎，直接拿矿攻防无所谓啊，因为没有采集器了，我矿攻随便出，对，不用去防一手。确实矿工的防守是怎么说不会亏吧，是的，永远是不会亏的。他这个新套路好像要来了呀，女枪黑王是没有见过这样的。Zion 这个是胖子的枪，有可能。嗯，我们之前看到的好像是也是一般是带电法。对对，猎人先沉底，哎呦，好像还在持续的观望。是的，等风出牌先感觉 AU 也是一个胖子，胖子双黄。哎，哦，发了！这个火球很细节，哦，是的，是个胖子，一穿三，是的，哦，这个猎人被闪掉了以后，对，这双能锤一下，哎呦，没锤出来，没出来，这里配合一个机甲，王子肯定是有机甲的王子更厉害一些，对的，那这里黑王也没了，两边都还可以吧？对，现在也没有折损。血量，然后是的，费用的交换也都是些都是一些小摩擦，两边都可以接受。这个幽灵出的很好啊，对，就是前置。等你没有地面单位的时候，我带下下幽灵，哇，就白砍。对，是。我记得 AU 是个钢材生吧？是的，他的职业，因为我记得好像会不会他算卡算的很准的这位选手。是的，陈底胖子。感觉可以对沉一下啊啊，卡逊先过出来。对他，因为胖子的话肯定是猎人后面两张牌。对的，他这里还要过一张，对，过张王子再顶胖子，桥头顶可以。哎，这个女枪没有锁到，很可惜。那这个猎人舒服了，火球需要交火球。哦，哎，但这个闪得很快，是的，处理矿工直接挖到女枪的面前。啊，女枪，胖子能不能锤到一下？小闪有没有？哎，两边都开始疯狂过牌。机甲把这个猎人给拍掉吗？对，机甲伤害还是挺高的，猎人直接被逮到了。是的，这一波没有猎人的情况下，风神可以下胖子了。是，倒计时三十秒，我有直接先下幽灵，逼一下，逼一下地面部队。这里风直接卖，这样真的好吗？幽灵又砍到两下，不太妙，三下了呀！血量已经到1000，接近1000点血了。那从这里一定要打进去这一波，不然打不进去的话就亏。哎，毒还可以，毒，但是伤害来的稍微慢了一点，女枪哦，真的吃掉。那这换路的话，换路其实对守一下，猎人守一下，收益并不是特别大。我看再夺又继续压兵，右路解不掉了，这王子抽到了。嗯，恭喜！哇，那这样的话 ，Nova 距离冠军只有一场比赛了。是的，也可能是两场。对，但是就是距离他们的冠军之路，如果再赢下一场比赛，就会拿到了小局的一个是的赛点。风感觉自己准备一套牌有点运用的不太熟练。是，他主要是这个猎人不好解，不好解，猎人伤害太高，他必须要交那个六费的法术连招。对的，但是 AU 他猎人的释放的位置又特别特别的精准。是的，只有一波机甲是在中置吃到了一个猎人，其他的这个猎人位置他都没有打到。而且这边有一个毒药的防守，其实无论他的，因为他前面顶的前面单位太多了，对，其实一个毒药防守也是可以的，就是最完全不同。在最后他不应该选择胖子换路，是这个胖子换路，对方肯定是有猎人来守的，猎人吃一个胖子加一个机甲被顶死，风也只是不想再慢性死亡，但是可以再等对面出完一个猎人以后再顶胖子。还有就是说这个幽灵的处理，他第二波不应该慢性，对，幽灵砍了三下。不应该去卖那个王子加上一个那个胖子一个卡去一个配合。其实在知道对方有幽灵这样一种耗血手段以后，其实可以考虑再调整一下。是的，哎，确实就之前的比赛，之前 CCG 的时候，其实在看他中间的话，风的话处理是没有问题的，他选择准备用女枪去把那个猎人给点掉。是啊，但是 AU 顶得很好，直接顶胖子。哎 ，AU 这手换牌跨度很大，是的，直接换上胖子，捅了，这里捅打胖子不烂。哎，那风这里哎，这好像也换了。对的 ，Lock Mess， 就继续幽灵来抢，电车。三冲吗？怎么会是三冲吧？哦，不太像。哎，又换了一手，两个刚才用的牌，这个都要过一个，差一点点没找到的，你知道吗？是比较极限了。新牌又来了。哎，哎呦，小杂毛。
边也是带新卡。你的滚步交哪里？滚步，哎呀，哇，超过来了 ！AU 是的，稍微有点改变吧，有可能 AU 才是这一套牌的原创。对的，那这里风感觉像一套蹦迪吗？嗯，很像冰人和毒药。对，冰人毒药。看有没有一手机甲。这个墓碑的话，有可能是猪汪。是的，墓碑这里其实防桶的话，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用，它就是完全就是一张过牌的牌。这边陈迪，应该不可能是猪了，因为猪的话早就爆出来了，对吧？这个电车守得住吗？没滚住了，没滚住了。哎呦，那这个要吃了。是的，这一下直接倒到2000。而且这里公主她也不可能去滚，对的。这波风会不会选择蹦迪？有没有？怎么样？芒果又不能滚，现在怎么办呢？前面直接顶了一个幽灵，又是个机甲，甲级，又是这样的幽灵，一个冰人。不过呢，风拖到后期有机会。对的，拖到后期的话，冰人打公主这一路，再不掉公主是有机会的。这要一定要拖到后期，好，对，他在不停的去保这个公主，没有滚波拖出来滚掉，蹭蹭蹭，而且风现在卡区上算是稳住了，对，是也没有亏太多血，对的，而且电车能够把这个血吃掉，滚不滚一下，哎，这波滚不交掉了，风这里有机会可以下一波新卡加蹦迪了，有没有？应该是蹦迪过河了，是的，机甲兵人全部过河，蹦迪蹦起来，有没有毒药？毒药，这个毒还可以。是的，哎呦，这里他是没有带毒药的吗？滚一下，滚掉头，漂亮。风感觉也是再次稍微操纵了一点节奏。是的，哎，这个公主，是的，预判公主，对的，漂亮。这里电车截到公主，还想保？还想保，保不住啊！这怎么可能保得住呢？这里新卡对新卡，因为他没有滚步了，这里好像有点像新皮团，不是？就直接卖了，卖了，这卖的有点多吧？是啊，选择一波把对方摁死，看能不能死。不要。不过由于 AU 这里感觉是没有带毒药的，这一波而且是带小妹的啊，小妹被砍掉了，小妹被砍掉了，又没有滚步了。是的，这里继续丢桶，不能卖了，滚不滚掉？肯定卖不了。是的，那最后一个斩杀法术吧，就是 AU 不是火箭就是火球吧？对，他对风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火箭。到呀，这里把彩旗搬掉了，其实带火箭的意义不是特别大。嗯，也有点。这一波他其实风的话呢，哇、哦，地狱龙，巫师斩杀，竟然是一只龙啊！输了，是的。但是感觉机会还是存在的。是的，这里新卡有没有滚过？没有，这一波很凶。一波滚步把新卡给滚掉了，茫茫多的绿色赶紧刷，赶紧刷！哦，你可没看出来了，过出来了，是的。但这波他的那个陆林是赚了很多。不过 AU 这里是没有斩杀的，你打我2000血也还是相当于没有打。AU 现在有点想靠滚步往这边滚的，这很难滚死呀。我这边没有。哦，还好没有斩杀，这个风这个血是敢卖的，还可以。他需要留一波滚步去打进攻。那这个幽灵挡住，这个公主还是要解的呀。这裸凤是打不出特别多的输出的。是的。哇，抓紧又来了。对，抓紧没有机会放毒药了。是的，过牌太快了，而且公主又来了，可以两面不放烟花了。哎，这一波又来，又是一个桥头的新卡。不放烟花下新卡。对。这里有没有滚步把新卡滚掉吗？进来了，公主出现，一下啊，公主要被吃掉了，飞桶过来，飞桶过来了，滚步有没有？有的，只能滚步。电车把公主给吃掉。我觉得风到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想平了，已经可以，因为对方没有斩杀，对，平局近在眼前，风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机甲下的有点失误，其实可以把桃宝首先解掉。是，这边挡一下，公主选择抢。抢右路，右路抢不掉的，一分钟有点太久了，对于他来讲。哎，这一波还是吃滚步，还是要滚步滚掉，有没有机会？还有30秒的时间，蹦不蹦？他应该不会蹦了，我感觉。邮费放手吧，蹦不蹦？对，平局对于风神来讲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一点。这里面拉一下团火，那 AU 这里其实很着急啊，我这么大的优势，没办法。
他那个地狱飞龙，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刚刚。哎呦，还是找机会蹦。想赢了，想赢，想赢，想赢。对，这里头滚掉，可以可以。他不交毒药，是是的啊，没问题。他就是不交毒药，就脱贫了。所以说这里的话 AU 主要是缺一个斩杀、那个地狱龙如果是一个火球早就赢了、对, 对，我们刚刚猜了半天觉得他可能是就是一个火球或者一个火箭，但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卡的话打那个胖子不好打，所以他带个地狱龙、是的是的，对，来之不易啊，我觉得这对的脱能够脱贫对风城来讲已经是一大事的，而且就是说是吧，会用是我可以留一手防一手，不过是被我们打了个冗战，风神作为 GO 打个冗战了之后射一台就冗战了，我就问有败，对，在前期落后了那么多，你们控制 spell 对吧，控制了个冗你都变了什么 spell 都了，风神啊这个时候要稳住了，心态卡组全部都要再重新的调整一下，对的，对，那 NOVA 的粉丝当然是很开心了，因为毕竟优势还是太大了，是的，如果是这一场平局再平局的话应该是算一个血量了，算血量了，对，看这个时候我觉得 AU 可以考虑用一个稍微偏自闭一点的卡组，是的，他只需要慢慢的耗血，对，不要跟风神去打这种进攻让他防，阿峰这里选择下带一手复原的话也还行啊，只是说没有机会去蹦迪毒药，这个蹦迪毒药确实费用还是太高了，费用太高了，他基本上到这个过了一分钟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对，用了两次。好的，那我们看到这场决胜局属于 AU 和风之间的决胜局已经展开了，因为不管怎么样再平局就算平局也是要算血量，是的，感官红杯主要给我们突然间签看会出现那个零五啊，更加激进的 yes, 更加激进的对局呢，别都不下牌了，是，对，这两个人都很稳呀，风来了，机甲对机甲，换到了最开始的卡组吗，哎，风这里有头铁吗，我感觉他还是蹦迪啊，是的，头有点铁，而 AU 这里又换卡了 yes, CC 一个 CCG yes that's right，真的，你拎个连帽出了，这个人连帽花一。有对，有些优势。真的，是刚才是拎个连帽出。哎呦，这手毒有点像骗风神毒的意思，因为风神这波不毒他就亏了。你要懂单了，像挨单没做的。其实毒了也是亏啊。AU 感觉也是带的蹦，有点像。那这里房子蹦迪，应该是比墓碑蹦迪要厉害一些。这个有点像 Legend 的那个。像昨天九宝宝带的卡子是。这里蹦不蹦？慢慢来，哇！带了一个吹剑，滚木焦掉，带了一个吹剑，这个吹剑很灵性，但是风这里被机甲摁死在了路上。解封了，这波是风神率先发难。是的，有没有毒药 ？AU 没有毒药，只能选择滚木一波，打了好多血，用冰人扛这个伤害，但是这里已经不行了。好了，毒一波，这个血量抢的很多呀，非常多了。这房子已经不赚了，特别能买吗？最主要的是 AU 这里没有能买人，他组织不了一波进攻。是的，我们看到在进攻的间隙，在这边做房子间隙，这个风神是打了一套进攻，效果收益都非常好。这里他只能选择黑太阳。这张你们把那攻力把那边的宝贴，你如果管了一轮，两边都开始分，这无所谓的，因为就是我同时两边都分路的话，我就跟你对排序嘛，就对到我就是毒药能够防御住你的墓园的话，我就赚了。但这里对那个兵卡在那里了，海关来进攻，而风这里的话就是要稳扎稳打了，那滚木没有滚到推进根本，是的， AU 这里逼迫我房子就下右路，你到底来不来打我右路，对的，这边直接用各位团伙开了绿林团伙来，这里用团伙防有点贪，是想要反打这个有，等一下我才有那个兵光吗，他想用凤梨反打加毒药了，现在 AU 开始不松口了，是的，因为这里吹剑的话没有滚木其实很赚，是，哇，吹剑吹了很多下，对的，还在吹，而且房子也给了很大的压力，不会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呀，对的，我右路沉底一下房子 AU 处理得很好，阿峰这里我就不管你右路了，我就给你打上了，这里直接把机甲锁到桥头，效果不是特别好吧，这个问题，对
对，这个梦里还这个锤剑可以，这个锤剑直接够到了那个墓碑的脸上。Lock for the baby, just go. Let's go. 就有很好的输出空间了。被穿越了，交掉以后 ，AU 可以选择桥头下路里加蹦迪啦，会不会选择有这个操作呢？哎，这时候看到这边风还是想要去分电车给左路去做一些压力。AU 这里选择下路里团我，右路选不选择蹦迪？哦，风刚才我觉得他在等，他在骗风的一个那个滚木，哎，一定要把滚木骗出来之后，这个双方的滚木交掉以后，这个怎么解啊？就是力量，是的，哇，这么多绿绿绿绿绿，哇，好多，用力大喊一声，有没有？恭喜 AU 恭喜 Nova 3-1获胜，哇，直接是挥舞起了 Nova 的旗帜，对旗，恭喜 Nova 拿下了第一赛季职业联赛的冠军。是的 ，Nova 全员也是直接起立庆祝这值得欢庆的一刻。是的，我们再次为 Nova 呼喊，同时也为所有的他们的对手鼓掌。是，所有的职业联赛都在我们的春季赛或者在我们的季后赛中打出了很出色的表现。再次感谢所有的队伍，也再次恭喜 Nova， 恭喜 Nova 3-1获胜。是的，让我们看到了 Nova 的辉煌时代。是，那今天真的是 Nova 赢了个锤子回家呀。是的，主要是那个绿林，好吧，他们的衣服也很像，真的就是，对，就是那哥布林和绿林那个小妹，还有那个头毛，所有的哥布林房子的产出正像 Nova 这个部落一样，非常非常团结，全部凝聚在了一起，大喊一声，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然后就直接把对方的工资卡给打穿了。是的，那我们同时看到他们的主创团队是全部来到了台上，和他们一起共同庆祝，这支汇集了国外以及国内众多知名的选手的队伍，最终是战胜了其他的几支队伍，站在了最高的领奖台上。